一个老板同时拥有3号七伤害。兄弟们，这一个号你们看起来可能觉得不怎么样，但你们要知道3个号都是老板的。What the fuck？ 如梧桐所说，这3个号居然拥有3套七伤害，更夸张的是权威符战大佬熊无敌所有。这是继他多个符战号之后再次精心打造的3个3攻物理号，而且每个号各有特点。废话少说，一起欣赏装备和宝宝。这第一个号为凌波城，全身装备多件物理暴击几率，尤其腰带更亮点，愤怒修罗罩加无暴击率，这可是7位数的存在。核心装备是黄的总伤为1073，零是拳打11段星回时，前排更是高价值的七伤害。第二个号也是凌波城，和上个不同的是，这个主打物理暴击伤害，衣服项链和头盔腰带全是物理暴击伤害，所带的法杖总伤为1064，零式前排也是打了11段的3伤害。第三个号为狮驼岭，破血变身的鞋子，但只有项链和腰带没穿刺，有些装备应该在过渡中再等高穿刺的顶级装备。这把锤子的总伤则是1067，零式和前2个号相同。继续看这3个号的宝宝，第一只就是狮驼岭所携带的谛听，威师技能的5轮车；第二只瞬击神兽鲲鹏，多只多特殊须弥，也不乏超龟速的血宠。下面这个是其中一个凌波城的宝宝，第一只是11技能的抗风谛听，其余宝宝更是有多只在无尽台时代的符战巅峰神宠。第三个号的第一只宝宝同样是谛听，这只也是10技能的5轮车。这3个号的宝宝有着不少的相似点，高配谛听，龟速手势林中鸟，多技能的全力力劈，高攻击的瞬击壁垒和带护盾镜台的血虫等，这就是符战大佬的底蕴，即使玩3攻也一点不敷衍，硬件照样属于顶级。